位，到了我们今天呢，就是算是最后一棒啦、啊。我相信有蛮多观众也是因为他才前来的，而且 OK 真的蛮屌的、欸，他前面就把我们最后一棒的一开始的互动环节给整个打开。没看过人如此大胆，知道吗？因为接下来这位呢是我们的欧野老师，欧野老师最擅长就是即兴互动，还有吐槽前面所有的演员。真的，他有时候可以不讲段子，把前面人吐槽一遍，段子就结束了。他就是可以威到这种程度，想说哇，敢在太岁爷上动土，死定了吼，死定了吼。好啦，各位，拜托了，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，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大轴，掌声欢迎欧野老师。两只手准备借给我，哎，太贱了，太贱了，这招太贱了。就当然，待会也要经历一段假的过程，但是也请相信，这样会让自己舒压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陈彦豪，可是外面不管假客叔叔上节目演戏，那两只脚，哦耶，两只手借给我。肩膀，那往上来的时候，大家哦耶的时候，可能会有放松的感觉啦。OK， 第一次这个有开场被人家用这种方法破掉了，然后一开场我自己就不是很舒压的感觉。我自己呢，刚刚这个全程有在后面看着前面的表演啊，他们表演实在是太好了。那有些呢，刚刚可能是在我旁边的，哎，我爷爷在干嘛？对不对？哈，开什么玩笑？对不对？你们付了钱了可以看，我不能看吗？我叫客家人，对不对？每次都是很认真看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看着他们表演啊，是不是给他们的前面表现掌声鼓励一下？掌声！太厉害了，太强大了！光是第一位出来的这个威斯里就已经震撼全场。各位发觉到，除了用生命斗士可以形容他之外，他一开始就是我没有办法超越的人。对不对啊？这是我如果在后台要戳瞎自己双眼已经来不及了，要换自己的脚，要说故事也来不及了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就看他，就是大家似乎可以忘掉他，有一些地方跟大家不一样。然后呢，我一直在后面在看的时候，就是很怕他的麦克风会掉掉，因为是有练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到后面真的看着，就听着听着，就真的是因为他的笑话故事。然后而笑，然后我就一直看着大家的表情，从担心那个麦克风会不会掉，然后到前排有人问到底是几只，然后到后面真的他 stand out 的地方punch 的地方大家都笑，我就觉得好替他觉得开心，而且觉得这就是我们觉得这舞台应该所有人都可以站上来，然后逗大家开心的，给他掌声鼓励好吗？当然没有像巨阳一般的这样子用生命在表演，但是各位有发觉到，真的，尤其是前排，感受到他的热情跟他的汗，对不对？而且他，我觉得他超棒的，他有办法自带那个笑场。什么叫笑场？就是不管好不好笑，就他二三四环状的，知道吗？他就会怕他不笑，他就一波一波的笑。很稳的一个演员哈，前一开始我知道他去英国好可惜哦，后来就没有那么可惜了。赶快去好不好？不要回来。其实超羡慕的，每次听他段子都觉得他好可爱，他好像大孩子一样，有感觉到吗？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在台上怎么可以这么自然的，然后跟大家呈现啊这个老婆跟他的一些床边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还按照这种剧本脚本走。对吧？我觉得看完以后就是只有两个字，猜个哪两个字？对哦。
给我脚本这种事情，连我要写脚本的时候都没有用到嘛，哈，我就来接来角色扮演都完全没有机会哈。我老婆说，大哥跟我说，哎，你不是即兴的吗？我都是听着剧场捏段子，然后看你准备再死，就觉得好好哦，好好用。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呢，有跟家人聚餐吃饭，刚刚才赶到后台，然后呢，哇，剧场你就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你是今天要讲什么段子？他说旧段子，旧段子。他后台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就这种就进来，然后担心说我们整个爆炸。还是这个很值得听的哈、哦。然后完以后，接下来呢，他这就开始的，他真的很开人，就是哦，也不管其他几位脱口秀演员是不是在准备啊，然后背稿啊，然后呢也没有想着其实还能跟别人聊天，他跟谁呢？跟 OK 聊天，那 OK 又是那种看起来很严肃，他私底下很北兰一个人，北兰一个人，完全他是塑造一个形象，好像很凶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他其实他才会底下很北兰。然后他们两个人讲说，哎，对呀、啊，最近看什么 A 片啊？或者说呢，然后接下来呢，下面有什么留言啊，等等之类的哈。然后就说，哎，对呀、啊，你知道那个谁谁谁，对呀、啊，上次在那个 A 片群下面留言，他每一个都留一样的，哎，哇，什么奶好小啊，好丑啊什么的。我一点都不想知道这么无聊的讯息，知道吗？某一个网友在 A 片上面都留一样的留言，然后他们进来共同话题，两个都超嗨的。哇，好想说太过分了吧？哦，还有时间看 A 片呢、啊？哈、哦，还有时间看到这么细的留言啊？后来就看到，哎，居然你开始在认真在准备段子，他就是好像在听手机，没有，他听自己的段子。那我想说，哇，用功厉害啊、哦！看起来那么吊儿郎当的，旧段子都那么熟了还听，结果呢，他就跟我讲说，我很喜欢听哈、哦，观众嗨的那个时候高潮的声音，然后我被一直持续不断 replay。这家伙有够变态的，有够变态，有够变态，你知道吗？他待会回家路上的时候，会不会听着我们刚刚笑在哭？咋了？想到就觉得好可怕的。我们有一位演员也是非常棒。接下来我们威斯理之后，各位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？好，来一下掌声，来掌声。太厉害了！听完了以后，一个字，来，什么感觉？穷，穷，神驰人心的这个人设。我当时想说，哇塞，我已经是够随便的，就是没有什么准备段子，至少还稍微打扮一下。他怎么就是个路人来的？夹缝什么求生存，他感觉是从这个缝爬出来的感觉。哇塞，这是一定是在家里精心打扮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怎么样弄到，哇，搞不好就是拿跟这个书写的一条地方。没办法，你要为他着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哎，奇蒙威斯里太强了。表情，他们说他们穷了，穷到什么地步？穷吧，穷这什么表演法、啊？是不是这样感觉？是不是这样感觉？我操！连台词都没有哎、欸，竟然穷到哎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哇，我就是第一棒影响强，第二棒超越，然后第三棒他整个把家庭的事情全弄出来哈，第四棒就只能讲狗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讲的已经讲不过了，真的讲狗了，这么强，你知道吗？哈，他放在那边，我觉得后面各位现在看到的都叫彩蛋，怪彩蛋，因为我觉得他已经超强了，他是可敬的一个对手了哈，所以我刚刚全程的看到他是怎么样做的，希望他可以出错。那我就可以一直弄死他，一直弄死他，一直弄死他，就发觉到故事跟我感受一样，我们听了一整趴狗的知识。我刚听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，后面就有情侣不爽了，还有啊，还有啊，好精细的研究，从他一开始问这个，王先生是不是对？
我们在说这王先生，对，狗主教，好，狗主教，再次他狗主教，哦，对，然后狗主教，然后我就想，你期待他叫什么呢？你期待他叫什么呢？哇，他说哇，好有研究 ，OK， 那我呢？他也有深入哦，跟他们互动过这样子，然后就可以知道哇，那将在八月底的专场，那还得了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哪里还是爱听的、啊？什么是 Discovery 动物星球的？太强大了，太强大了！我今天哦，这个出门之前呢，我还在我 Facebook 上写说，可见对手 OK， 因为他是文本流的，文本之精细啊，讲话之犀利啊，取材有点问题啊。有这么多人的是不行，但是却写狗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当时想，啊，他一直非常爱狗的，一直非常爱狗的，你知道他把大陆骂成狗了以后，知道他死定了，死定了。大完，大完，大完，大完了。我接他接到后面啊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 OK 哈。我说，其实这后面压力超大的哈，所以我刚刚就心想，还好没有准备，还好没有准备，准备了一定挂，肯定挂，对不对？怎么骗过这些人呢？各位真的没有报告，真的，就是因为开始成为脱口秀人员，然后呢，就很不好意思，就是一回来这边以后，参加一两次 open mic， 然后我就是办专场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办专场就有人说，哇哇，前辈了不起啊！哎呀，才上几次 open mic 办专场了不起，然后就这样。但事实上，大家参加我专场的人就知道，我没有办法讲 open mic， 因为 open mic 时间很短。你看现在都已经几分钟了，我还没有进我的主段子。完全没有准备啊！那为什么呢？先跟大家说，因为我是个即兴演员。那即兴演员呢，有很重要的心法，四个字叫不要准备。我是即兴的，即兴就是现场的观众提供什么，我们现场接触就马上做反应的，怎么可以准备呢？我不能对不起我这个即兴演员跟即兴观众，我绝对不是在偷懒哈。因为最近搬家，对不对？我就绝对不拿这个事情当理由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也会是因为呢，这个最近哇就很忙啊、哦，然后那个点击率变比较多了以后呢，接下来就不准备段子，完全没有。马上就有观众吃什么？竟然还可以从口罩的细缝当中吃出来，嗤之以鼻到一个过分的程度。对啊，所以有些人说，哎呦，我也是膨胀啊，物理上面也膨胀的感觉。确实好像有啊、哦，对，那我还想说啊，好像其实大家是不是真的有些人是为我而来的？哎，有人真的为我而来的，请举手有吗？哇，糟糕，今天会失望，知道吗？会失望。今天呢，绝大部分都是即兴的啊，包含现在这部分也是，完全是看大家的反应的决定，我待会要讲些什么。我的形式大概长这样，就是呢，一个没有准备段子的人，我们今天来大胆的尝试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段子是你们说的。然后我来负责想后面要发生什么事，然后你说，哎，老师后面有笑点，我说你们要负责提供笑点，我就打算今天来尝试这件事情 ，OK 哈。那老师哇，那这样子待会不好笑怎么办？哎，告诉各位哦，即兴剧还有一个重要的心法啊，叫做赞颂失败，就是呢，我们通常演的戏呢都是烂戏，因为没有先准备好，没有准备的，对，我们没有准备的嘛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准备当下发生嘛。那方案方针一定就是不会太好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演得好厉害，就是会战胜失败，因为就是哎呀，失败了没什么大不了耶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。那动作大概就这样来的，然后就说服自己，然后观众一开始就看傻了，这么烂怎么可以？然后几次下来都会发现他说，哦，是这样吗？好啊，好啊。然后观众开始更热烈，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，一直我们问问题一提就对了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就已经是公办结构了，代表今天的提议是由你们来开始的，然后我们就继续这样下去。所以我今天打算呢，大胆的在焦点之夜尝试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用即兴的方法来说段子。什么叫即兴方法说段子呢？就是今天呢，我大概脑袋就想了一些简单的方向跟架构，然后接下来呢问大家完以后，加上我们一起来共创这件事情，就这样。一开始我这个 idea 的时候，我跟丹尼讲，毕竟他是这边老板。不知道前面几位哦，都是甄选进来的。哇塞，我觉得我何其有幸，就是倚老卖老，然后就直接可以担任今天最后一位哦。然后呢，我就那天跟丹尼讲说，丹尼，你要不要让我来试试看，我来想一把你即兴脱口秀。他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就跟他讲一下，跟观众要建议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一个脱口秀，然后搞不好不好笑。
可是至少观众学会到什么叫辗转失败，他们也付过一个学费的感觉，他们也懂得要为自己的表演负责，就像这个，他们也知道原来这条路是不好走的，很有一个损失意境的概念就对了哈。这个曾经是一个脱口秀，他们感受到哇哦，原来我也可以创作，或者是原来这么搞笑，我也要负点责任，就是。完全没有哦，告诉他其实是我没时间跟不想准备一下。然后我就对啊，我就说了，我人生上半场的这个使命就是要去推广即兴嘛，对啊，所以如果脱口秀也可以有这种即兴心法，该有多好！就这样子，我说老师看，说丹尼也是玩过即兴的，他就想一想，不愧是老板，他说还是我们换一个压轴。我上次来焦点之夜是我第二次来焦点之夜。上次在焦点之夜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也是这个有点想要玩一下即兴的东西，那是我大概是这样子玩的 ，OK 啊，比如说好了，就是我有问大家说，哎，各位能进来这边我来玩点播 ，OK 啊，来你想听什么段子？又是推荐好了。可是后来发觉，哎呀，这个我们要创新嘛，那我们来玩点别的啊，玩点别的，来我们就请各位一个水果好了，来各位请各位一个水果，想到就直接说，来请说。香蕉，香蕉 ，OK， 我西瓜 ，OK， 好，我接受。香蕉、西瓜，再来。榴莲，再来。有香蕉，然后荔枝、榴莲、哈密瓜。好，我们来讲这四个水果的故事。我要从直接开始了，对哈。有一天啊，这个天天宝宝有叫丁丁的，哈哈哈哈另外一个人叫拉拉，小波跟迪西，然后他们四个要出去玩，然后去哪边玩呢？去公园玩，对。然后在走第一步，我都丁丁说啊。忘了带什么呢？忘了带荔枝啦！忘了荔枝啦！荔枝！所以你们反应跟那时候观众反应一样，票听不下去吧？然后呢，那时候就跟大家要了一个这个青菜啊、要几个青菜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给我是苦瓜，就这样。他说好，我用苦瓜为灵感，我来做一个即兴段子，就这样子的。当时其实我有设计过，然后我就开始讲了一个，就是人生如果你有时光机会回到过去的话，那你会为你过去你自己说些什么？就像我以前那个时候考联考的时候，千不该万不该就是验算，各位应该知道，有时候验算是你自己怕你自己出错，但是你却不相信你的高中三年努力跟直觉，那你觉得哎呦，看到这题了，这题有诈。其实你就是那个渣，你知道吗？你被你自己骗了，可是你就哎呦，还好我看到这题啊，啊，这题一定有渣。你再反复看看，会觉得有些选项就要改变，然后改完之后一改哇，接下来呢，那一年的我很想要考台大，父母就很希望我考台大，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倒扣，结果呢那一题这个就是我手贱改了，改完以后倒扣，最后差台大最后一个科系1.3分，就没有上。那这件事情对我以前来讲是一个很痛的一件事情，然后我也那个时候也没有跟我父母说，啊，怎么说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总之可能会被骂，干嘛改，对不对？干嘛改？那奇怪，你说干嘛改？那其他人干嘛写？干嘛写？哈哈哈哈哈！写对不会骂，是改错对骂，奇怪了。对啊，很奇怪，就挑着骂，就这样子。那自己就觉得说，就差一点三分呐、啊。然后那时候那个故事的结论是，那个时候那个。台大那个最后一个那个分数最后一个科系叫做台大农业推广系，我就差一点三分，当年大学是可以先考台大的。他如果可以再回来一次的话，我要他改，他应该也不会改；要他不要改，他应该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想法。因为每个人其实，在那个时候都是最聪明的，都是觉得自己做最好决定了。就像您当年会买这个台积电的股票，我们现在就先不聊这件事情。当年会选择嫁给他，会娶他，其实都是你当时的原因的。那我们也不聊后来的事情。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你能不能够喜欢你，接受你现在的生活，概念上就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后来我就说，其实我还蛮满意我现在的生活，还好当年写错了，对不对？要搞不要我遇不到我老婆啊，遇不到你们，那我也会在这边拿讲座就给大家听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个平行时空那个时候的我没有改这个题的话，那现在如果再出现在二三，搞不好我的讲座题目。就叫做这个如何推广这个有机农业。好，那个时候呢，一讲完了啊，我们讲了，然后请大家呢，这个留言呢，相信一些是要安排，讲完了就下去，就这样子。
就一下去完以后，啊，大家很嗨。结果呢，后面的演员，包含我们的李安在后面，你少讲一个，你少讲一个，我的段子你怎么知道少讲一个？他说要讲苦瓜，要讲苦瓜，最后只要讲苦瓜 ，call back call back。我说好，对吼对吼，但是我心想什么是 call back？ 后来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去弄懂年轻人现在在想什么。他们在研究脱口秀，原来 call back call C A L L back B A C K， 就是把刚刚的梗再 call 回来一次，对吗？我这两天才刚从高雄来，高雄也是一群很努力的脱口秀演员。哇塞！就昨天完了以后，他们就留下来，他说：“我有什么回馈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哎，不要说什么回馈啦，说哎，我老师，你老师哎，你老师哎。”然后被骂的感觉。老师吗？你老师吗？讲几句话来听听啊，这样子。叫狗要叫老师来听听。对啊，刚刚有被羞辱感觉。所以呢，哇，就给他们好吧，就是一些回馈啊。回馈完之后啊，早两点多，然后呢，今天早上的时候，哇，还被摸起来。老师吃早餐喽？对啊。我说你们不用睡吗？哎呀，对，来高中吃早餐，哎呦，有什么问题的吗？非常认真。他们超强的，而且说真的，他们很多东西其实我已经是完全听不懂了。然后我们社会老师有时候来问你问题的时候，你又这个不能装懂，因为装懂的话很逊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教大家一些方法啊、哦。你呢，只要有人问你问题的时候，你呢最重要一件事情，你心里要问一下，只要先反问他就可以。你要先相信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内在已经有答案，他只想要得到认同而已，就这么简单。准备起来，马上机器人试试看 ，OK 好，来，不要什么你的，这位，跟魔术师那个一样啊，我们还没有先捋过嘛，接下来一切都是即兴的 ，OK， 放心，你待会爱怎么口叫我都接受，这就是即兴 ，OK，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？如果我是老师啊，你是做什么的？不是班老师 ，OK。我讲，我以前也说我不是班老师。有什么要问我的？赛积分是多少？赛积分是多少？其实我今天还是有准备段子。这一段练完。哎，我刚刚说过啊，有人问你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先稳住，对不对？稳住，然后就先反问他，因为每个人内在其实都已经有答案，对不对？好，反问他，你问我赛积分等于多少？是赛积分吗？是我认为的那个赛积分吗？应该是，你觉得赛积分是不？他是不是有点慌了？他慌你就不慌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不慌了。至少你现在是他不要慌。他说：“哎，这样问的吗？刚不是我问你吗？你现在反问我嘞？因为你表情比我还要笃定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要笃定，他就慌了，他怕他答案的那这听不懂怎么办？你就坚定的在反问他，坚定反问他。然后如果说、哎、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？哎，比如说你就说我不知道，哎，翻译机会给多少？你知道。你一定知道，你是补习班老师。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摆脱那些有人上了高铁。追到高铁一出来，好了，他到底怎么样？这个 punch， 你一定知道什么是 punch。punch 什么？你知道？哇，你知道，你一定知道。我相信自己的连连开，然后心想我不知道，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子哈。所以呢，我就用第一招，我们来复习。第一招，看着他怎么样？反问他，坚定反问他。那如果他不知道答案，要看着他说什么？你知道答案，你知道答案，对啊。那这个朱老师，那你知不知道嘞？哎，我是不知道不重要。你知道才重要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上我是不知道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只是我说不到，他不相信。
信嘛，不然他会失望嘛，对不对哈？所以说，哎，我们谦虚啊，我们就觉得房间就以前都不知道啊，但是呢，你是知道的就可以了。那更重要一件事情是，有的时候呢，他们问你什么时候，他如果一定要答案怎么办？一定要答案，哎，这个时候就即兴就派上用场。来，我们来讲，马上来验证一下，只要你够自信，相信你说的话，对方也会莫名其妙相信你。右边呢，大家帮我想一个动词，一个字啊，一个字。然后这边帮我想一个名词，一个字，就这样。比如说木和木啊，水啊，金木水火啊，都是名词 ，OK 吗？或者是你要把一个动词变成名词也可以啊，形容词也可以，比如穷穷穷啊，或者说数字六之类的 ，OK 好。这边动词 ，OK 啊，打、骂、踢啊、踹啊、吹啊都可以 ，OK 好，接着这边请帮我大喊一个动词，干。我早该算到有这种结果的。我以为人多，大家脸皮会比较薄。你倒是趁人多的时候讲出心声。其实啊，干是一个动词啊。OK， 好，这边请给我一个名词。屌。干。不要受这个影响好不好？你应该有自己的想法的。你在说干之前，你想的是屌吗？居然您的话已经过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就说吉娃娃。吉娃娃一个字。好容易火大，我们不能骂观众，是我引导不够。干确实是个动词，这边请给我一个字的名词。刚刚屌我不应该骂你，干屌我可以的。吉娃娃，各位你冷静一下，各位跟规则是不大一样。把这个两个字连在一起啊，连在一起。OK， 来，我们交给观众来连接。哎，这位观众，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，你可以选择干掉或屌干。没办法，因为大家创造出来的。你选一个，啊，你选一个。屌干。屌干。我认真想想，倒过来也没有什么差别。没有，那是不一样哦。各位发觉到是什么意思了哈？干屌哦，屌是名词哦，然后前面是动词，对不对？就代表你正在干那个屌，对不对啊 ？OK 啊，这段可以不要录影吗？好，你不知道我待会要怎么样讲下去了。我现在只是很认真跟大家解释，大家拼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感觉。哎，屌干就不一样啦、啊，对，还有人是屌，他的情绪不是很好。他觉得他是要干的，我怎么没有发挥到我的功劳？屌，你感觉到 ？OK， 好，所以这道选的是屌干，屌干，啊，屌干 ，OK。以后呢，有人问你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时候，你就用这个方法 ，OK。哎，找个动词，找个名词，接下来呢，他跟你都听不懂，放心啊，我到大陆去教课，他们教给我四个字，老师啊，有的时候讲是要自信的，你们台湾来的讲师有时候太谦虚了，像我们哈，只教一年就说我们教十年。跟大家说的一个讲师的秘密，先告诉大家，因为我已经不当这些讲师了。就是、啊、当我们说到很多人问我，最大的秘密就是没有人问过，没有那些人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是没有淡水那个阿嬷一样，没有人问我这件事。但是你要说很多人问我，我感觉气势就很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说那可是你们怎么这么有自信？他们教我们四个字，四个字告诉大家：不明觉厉。这个沉默就对了。我当时也是这样沉默。我说哈，裴老师，我解释给你听：不明觉厉，不明白，然后觉得很厉害。只要你四个字连在一起，是不是就觉得很厉害？好像说得通哦。所以啊，来屌干，现在听不到，对不对？以后你就这样回答人家。比如说好了，请问一下啊，魏老师，那个你呢，能够不准备上台讲脱口秀，可以讲这么久，现在不知羞耻去讲，你觉得你这样戏法是什么？屌干。那他已经这当吓傻了，哈。经过什么坚持啊，态度啊，对不对？忍耐啊，积极啊，屌干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他是开始慌了，对不对啊？放心啊，他慌你就不慌了，后面就可以用刚刚那些技巧了，对不对啊？看他跟你说屌干是什么意思，你想想看屌干是什么意思？这时候他如果朋友就说，哎，来帮他，
确实彼此就是很厉害的意思。来，很好，你就慢慢慢慢拖时间问很多人。来来说，哎呦，很好，再来再来再来。然后问完之后，挑一个最好听的答案，就说你会嘛，你们都知道嘛。其实你们一直都知道，只是有的时候你们不知道，你们知道。上来你就知道，就很厉害的意思。你就上来想着自己，哇，这多能干！你就有办法撑住所有的目光了，就有办法继续即兴下去。这个概念上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欢迎这边给我一个这个名字，一个字啊，一个字，好不好？吉娃娃这边再给你们一个机会。你们这边想一个形容词，好不好？啊，形容词，啊，形容词啊，可能是红、黑、白这种的啊，大小啊，或者说快慢之类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一个字哦，一个字哦，哎，名词，一个字。水水水水水水水，好，水这边，爽爽，怎么样都脱不了巨阳的阴影。啊 ，OK， 来喽，来，我问一下这个，哎，后面这个戴蓝色口罩啊，那位观众 ，OK， 啊，请告诉我你是做什么职业的？哎，就你顾问，啊，什么顾什么？顾问，顾问。好、哦、漂亮哦，漂亮哦，还有，当以后各位想看一下自己顾问啊，身为一个专业顾问，最重要的是要掌握什么样的关键诀窍心法？啊，各位请大声说，爽水，来说出来，是不是不知道这些讲什么？但是你够有自信，看他这么想，这什么没有听过的？听过当者啊，听过呢这个勇往直前之类的，没有听过双水，双水啊！哇，这帮人想哇，顾问不愧是顾问啊，太专业了。好，接下来啊，一样啊，用一样的方法 ，OK， 之前问他双水什么意思呢？那就解构嘛，爽嘛，对，水嘛，双水嘛，什么意思？根本什么都没有讲啊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想我该懂了吗？我应该懂了吗？你刚才有解释吗？这个态势我好像该回答答案了，或者就引导上这双水是一种水吗？对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只是没有听过有个爽的水吗？那爽是什么感觉？就是很开心，对吗？对不对？我成功就是因为我常常喝很爽的水。对，很爽的水，对不对啊？比如说我想要喝一些饮料，还要喝些什么，也慢慢跟大家业配了啊。自从我服用了什么什么以后，我整个人脑子都清醒了，就专业的 OK 啊。我最近接到一些业配，认真的啊，我就打算用这种方法。刚刚就差点业配出一个喝了会爽的水了，了解吗？你想要多喝这个哈、啊，这个矿泉水，尤其是城市商旅的，然后就可以啊。客家人拿这个，高雄市的，这个什么奇怪啊？真诚待人，我就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我是那种哦，这个就是一定最后，哎，先生要打什么？不用，哎，补水，什么都要补，然后转圈就回来，他说那么多，都是水，都是水，勤俭持家，好不好？勤俭持家 ，OK。然后来啊，这个今天到最后想要跟大家这个玩的，你带这个啊，这个很想做个尝试。各位知道是什么吗？铃铛。铃铛。不，你们现在应该学会这个即兴创作了，它再也不是铃铛。来，这边各位碰。不玩了，好，不玩了。大家呢，做法是这样子的啊，我想要尝试一件事情是，叫做我今天最后一演出。哎，待会呢，我会把这个铃传下去。待会怎么，只要传到的观众呢，你再按一下，就代表你不喜欢，那我就换。哦，讲着讲着你又不喜欢，就再换。哦，就这样。那你觉得差不多了，你就传给其他人，就这样。那如果你这样，我们演出就直接结束了。搞什么？不是啊，连测试都会被想啊。对。就呢，他讲一句话的时候，比如说好了，可能说，哎，有的时候呢，我跟我爸爸沟通，真的是觉得很困扰啊。讲不到一半，你不要听这个，我可能就啊，只是觉得很难过，很开心啊，很缺爽水啊之类的，你就哎，我
砰，就可以传给其他人，就这样子。OK， 让他每个人基因都尽量会有机会，概念是这样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当你拿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按着。但是没有声音，好好声音就这样子 ，OK， 好。那我们到今天，大家什么时候我会结束？OK， 我会不会觉得，哎，我不是每个都可以一次吗？不一定每个都可以一次的啦。其实每个都有直接修过这样子哈，很有可能往左边传或往右边传哈，就搞不好那个你就永远就回到另外一边。那我们就来，好，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好了，来，那么这边跟这边请大声欢呼啊，大声欢呼。那我们看哪一边欢呼声最大，那今天你就往哪边传了。OK 好，请大声欢呼。今天除了我以外，啊，以上的演员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来这边请欢呼。谁啦？哪一个演员欢呼？四个演员挑一个吧，复习一下。居然你哪怕你也好啊，我什么 ？OK， 好不好？来哦，来啊！真的，我觉得他们实在太棒了。来，叫叫你喜欢演员的名字，大叫。华水。好，哎，华水厉害啊！这边。华水。OK。哇塞，太厉害了哈！我只要凭大声而已哈。大声，哎，华水厉害啦，穷的有价值，来掌声。啊，再补丁另外一个就可以传给别人，好不好 ？OK， 太快了，快都还没有开始，但是这态度是对的，态度对的，就是这样。先跟丹尼老板说对不起，下次不会这么任性。那今天大家这么开心，那我最后跟大家讲一个这个老段子啦，啊，甜甜宝宝段子。OK 啊，这个哎，说到这个甜甜宝宝呢，啊，分别是四只，叫做丁丁、拉拉，叫拉布拉多。丁丁的一个狗朋友叫拉布拉多，叫拉布拉多啊，他肚子饿会拉，他会拉，啊，他会哎，不回头吗？回头，哇，是这样的一个故事。有一天丁丁啊，带着这个拉布拉多，带着这个小破啊。一起说要去公园玩啊，那他们要出门的时候呢，丁丁就说哇，丁丁就小波就然后底下太阳公就说怎么了？太阳公说还好吗？啊，还好吗？啊，然后丁丁就说啊，我忘了东西了。然后呢，安彩薇小薇忘了东西了。然后底下也忘了东西了。然后拉布拉多，拉布拉多，带回去拿。比较凶狠的一种，尤其是狗，大概听了两三波，你知道人干嘛重复呢？所以呢，我就直接把回去拿。听到以后，丁丁马上叫了，回去拿。丁丁马上说，哎，你怎么不说人话呢？啊，然后又要一直沟通之后呢，丁丁他就要回去拿之前，那当然大家就问他啦，哎呀，那你忘了什么嘛？啊，忘了什么？忘了什么？那丁丁就说，我忘了帽子啦。帽子，然后这个老板说：“哎，我是帽子。”我根本不能理解什么是帽子。啊，丁丁就拿帽子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就拿帽子了。然后他们呢，几次呢就在外面很开心的等待这个丁丁去拿帽子。哎，可是等待的时候呢，他们也不会这个觉得无聊，他们就会在旁边哈哈哈哈。我说要不要来玩一点？
哇，好开心啊！啊，玩这么开心，其实就不用去公园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玩这么开心呢，其实就继续玩下去就好了嘛。要去拿帽子了，给你拿帽子，哎呀，拿帽子了，啊，那就继续走吧。然后呢，这个小波，哎呀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小波才刚走一步，他就哇哦，我们的密码线哥。很像韩文的东西啊！啊，弟弟，放下钱啊！你喜欢那些啊？狗就是啊，狗狗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他成浪浪去跟人家浪浪去了。少了一只也好，要不然好难记啊。啊，有个三个没有啊？怎么是呢？怎么变成韩国人了呢？原来呢，小波啊也忘了东西了，啊，忘了什么呢？忘了什么呢？忘了什么呢？他说忘了球了，我忘了、足球了，我忘了手了。我忘了我的人设了。老太公，你会下地狱了。南宫啊，没有手还是可以讲 open mic 啊。其实这个时候哎，就应该可以了，我觉得。但是还有一只忘了东西了，我们把它讲完吧。就哇呀，这个小波得到很大的激励啊！我忘了手了，我可以讲我们班，我们班，我们班，超点职业的地方。啊，你是你的 Wesley， 嘘 ，Wesley， 啊 ，OK， 好，哈利波特梗没有人懂啊。而且没人懂，还不爱玲，好糗啊！演了一段非常干的一个东西啊！原来不爱你不是因为不喜欢，是什么？总之呢，对不起啊。然后有一段呢，耽误大家人生的生命了。总之呢，哎，他们这个啊，有帽子啦，另外一句没有水没关系啦，我们就决定走吧。啊，再做最后一步的时候，哎呀，只剩一次了啊，因为后面没有人嘛，这边啊，敌心也哎啊，然后前面就是啊，咦。啊，怎么了？他又说了一句：“哇，忘了东西了。”啊，这次说忘了东西就有点过分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前面大家忘了东西，你应该检讨自己了。你要想想看，你有没有忘东西啊？对不对？你要想想看，你要不要去做药物实验呢、啊？你要想想看，为什么你穷的时候你会？是不是药物残留在身上了？七万多块会造成一只残废下去啊！所以哇，没想到这只迪西怎么就抽血了？太阳龙就想，哇，一个比一个严重，今天不要去好了，啊，都不要去公园好了，反正公园的流浪狗也多，公园的脱口秀演员也多。